噔噔噔噔，对，大家猜的没错，今天这个又是一个库存的视频，但是因为最近一一要开播了，所以之前的库存的话也不能浪费，拍了就要给大家分享一下。今天吃的这个是驴套肠，其实处理的特别干净，就是没有一点点的腥味，特别特别香。大家看它长得像什么？下面一口气把它吃完吧。Thank you.